种结局，情愿无缘好过爱你伤心，愿意为永远相爱就能厮守一生，恨就恨命运不愿答应，看你泪流我又痛也不能说，只求你能原谅我的苦衷，这辈子我欠你的来生借来还你，从今后躲进梦里来相遇，我深深地爱你爱你，我轻轻地呼唤着你，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，深深爱你爱你爱你，却只能永远想你，把我自己埋在回忆里悔恨不已，我深深地爱你爱你，我轻轻地呼唤着你，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，深深爱你爱你爱你，却只能永远想你，把我自己埋在回忆里悔恨不已。我感觉明辉确实是一个未歹的查甫人，我嘛真希望吼，我下摆要嫁人，会当甲伊同款。美玲啊，这摆无论安怎吼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刘辉跟阿斗，你就替我还钱，遐尔拍拼来做生意，我感觉足袂得过。明仔载，我嘛想要出去看卖，有啥物工课也可以倒来厝里做。不过我今仔阁无方便出去。你过啦，你今日再跟我斗三工，去找看卖咧。好啊，无问题啦。美玲，美婉。明辉，你回来啊！哎，你看，哇，你哪发财钱啊？当然是赚来啊！今日我运气较好啦，去拄到一个有钱人的太太，哈，伊要买来请员工的，把我鞋拢买走去啊！好对，哎，阿斗嘞？明仔无鞋好通买啊，阿斗去补鞋。哦。吃饭啦！哦，无闲几工的，腹肚真枵嘞。多谢你啦，有啦，我甲你提供啦。啊，你那就讲恁你客气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啦。四蕊目睭烧烧哦，像要烧化灯啊啦！你袂歹势哦，我面都准备红啦。无啦，我看美玲哦，是因为我最近去识了一个查某人哦，甲美玲哦，身上一模一样嘞。这个哪有可能啦？当世界上哪有迄个一模一样的啦？人迄是讲吼，相生啊啦，还是讲母仔囝才有可能。这我知啦，啊，不过哦，我看美玲哦，真像迄个头家娘，敢若亲像哦母仔囝同款嘞。卡叔公，假是这样参详，我嘛想要看卖下。明辉，看第二天啊，你带我去认识伊，好不好？好是好啦，啊，我明仔要去伊的店一转。啊，不过今仔老客全四界在找你，你才袂用出面啦。等咱钱也该用了，我再甲你介绍，安尼好不？嘛好。吃饭啦，来。少爷，少爷，古古有人讲看起这美玲哦，讲比你隔壁做这玉皇爷啦。
龙客，你别坐啦，看看咧哈。看啥？你是准备从啥啦？下啦！哎，他去哪？你搁真敖装怎样？也唔过，不管你外敖装啦，我做到安怎闹，你咪接上来杀。美玲安怎？你哪会要抓伊？我计都无成啊！恁老母我摕遐多钱，爱你嫁我，你唔肯来给我夺婚，天老讲到这款的道理，抓了，抓，抓，抓，上啊！你要去抓啊！我去抓。拖老板，你来了上拄啊好，你给我骗一下你，这个查某给我骗婚。哎，我开真多钱啊！骗婚？是啊，你是看唔对无啦？伊是中年人呢，伊是要怎甲你骗婚啦？甲你骗婚叫什么名？叫美玲啊。迄是胖爷查某囝啦，叫阿美拉啦。你甲看好真少，伊叫做心莲，是我好朋友陈天星的嫁妆。我敢要甲你骗笑啦？哈哈，歹势，蔡老板。原来因是母仔囝，这也生得这共款啊！哈，歹势哦，认着人，小姐。什么人？你有要紧吗？不要紧啊。哎，老爸昨日讲，阿妹来共骗婚呢。原来哦，阿春将阿妹带走，就是要甲阿妹卖给老家的人啊。这阿尊这什么查某吼，偷无人的囝啦，搁上人查某囝，卖掉这是真正恶钱呢。哪会安尼咯？这二十几年来哦，阿斌一定足歹过啦。我这个做老母的，实在就对不住伊的啦。心莲啊，既然有阿斌来孝顺哦，这一切都好办啊啦。顶多是你。过头烦恼，你也较坚强的呢。我会啦，我会啦，我一定要将阿斌找倒转来啦。阿忠啊，啊你今仔日来是有啥物代志？阿多昨听恁讲，讲林明辉迄个少年家今仔要来，我是今仔专程要来甲看的啦。阿姆，哎，我来啊，张老板你也来啊，我有提新的布料。要摕予你看，我算你较少个啦。叫你来，毋是讲我要买布料啦。来，物件先放来。啊，这啊，摕去比看卖嘞，看有合适无？歹势啦，这我免收啦。我小奶奶是毋甲你包爸包母，啊，专工做好你个呢。哈，心莲哦，是欣赏你这关做工课认真，搁肯拍拼少年家啦。啊，伊好意，你毋着甲接收起来。对啦，对啦，对。那个好说好说呢，你就退啊啊！既然恁大家人遐尼好意，这衫的衬着我特别有法做，那呢我就收起来。阿姆，多谢啦。卖客气啦，以后阿有闲，定来来家耍，好不？好啊。啊，恁讲完了吼。没啦没啦。林先生啊，顶班吼，我邀请你去外保证斗三工。啊！你甲我拒绝，后来我咧想来想去吼，感觉讲我迄天哦可能太突然啦，有够正式，我即摆正式甲你邀请，啊！你毋知应答应我无？好啊，我先生，你放心啦，我蔡建中哦做代志哦光明正大，讲是讲，输是输，我绝对用阮查某囝哦来做交换条件啦。那你先啊，你叫我去你的保证。我即摆看到你哦，都想到我少年时阵啦。你一个人在外口咧拍拼，咱讲起来实在是有缘啊！蔡老板哦，足惜人才啦，你着莫甲伊拒绝啦。林先生啊，你毋着人互这老伙仔人安尼三番两次甲你告辞啊！哎呦，失败啦！高点，高点，哎，失败啦！飞波，飞波，哎，咪贵啊，大姐，大姐，哎呀。是你啊，够欠我十斤哦。来，讲一讲啦。来，哎，明辉啊，你失败啦。我将阮小妹交代给你，
啊有，你敢有好好甲照顾？伊人真啊真好滴啦。讲有影？好啊，无安尼啊，我嘛真久无看到阮小妹啊，无你带我来甲看。好啊，无咱来。好，行。美玲，这钱嘛歹赚呢，我安尼吼念几波拢念袂好势。卖急啊，慢慢来啊，做惯势就好啊。美玲，你看什么人来？美玲，哎呀，这阵啊，你过来有好无？我是有官吃官啦，有富吃富啦。啊，罗汉卡三顿嘛免煮啊！阿母嘞，阿母有好无？谁知？啊，你毋是台做伙？伊哪有需要我啦？伊有病症啊！伊两个人哦，讲较好听的啦，是西宫新妃，当机倒头啦。啊，讲较歹听的啦，是客爷火气啦。阿兄，佮卡安怎讲？拢是咱的阿母，你莫安尼讲伊嘛。我唔是我爱这个老母啦，我上讨厌是迄个冰石啦，上烦恼就是你啦。顶工哦，我叫楼梯跩个人拍，加载是臭老板的查某囝，伊叫阿爽，搞球。阿兄，为着我的代志，害你互人拍，我感觉就歹势。无啥物啦，我今日嘛去拄着臭老板。伊叫我去夜店遐做呢，遐好吼，啊你有答应无？吼，谁爱美玲家己点头，你才肯答应？查甫人的代志，家己做主就好啊。好啦，美玲，啊我看你无啥物问题哦，我就来走啦，吼。阿兄，阿兄，你一个人尔，你要去对啦？我看，归去啊！你留下来，趁咱大家小睏一下啊。是啊，规日这台南面遐尼宽，你要睏倒一头，拢会用的啦。好啦。好啦，啊，就算讲哦，我来袂使遮做客啦，好不好？探听出来，迄个卖杂碎的林明辉，就伫这个所在出现。等两天，奈无看人影。这地头是阮的，你这店是阮的保护的，啊，你还敢想要收钱？哈，别打！这宝贝，哎哎，小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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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，小蛋嘞，小蛋嘞，有代志，大家好参详嘛，奈得安尼吓惊老大人呢？无你啥物啦？你还敢插阮的闲事？啊？阿婆啊吼，嘛是为着生活咧讨趁啊，啊人就真可怜啊。恁若无钱吼，我替恁立啦。你讲阮无钱，啊你明明咧找死你！哎呦啦，哎呦笑死你啦！哎呦，咱先放下。哎呦笑死你啦！我等两个拍一个，无啦，莫拍啦。我看大好好看头咧，哈，哼，杀啦！你要找我哦，上好认的啦，一看嘛知影我。好你拢无回手，我即马已经相信你，已经改过。阿母，过去我对恁实在是，过去的代志卖阁讲啊。先生啊，多谢你解围吼。阿婆，来，你要来因食个点心啦。无咧，咱礼拜来再讲。好啦，来，阿婆，再传只菜吼。好啦，来遐坐。什么啊？
阿春啊利用阿伯啦，去怪人的聘金哦。阿母，你莫紧张啦，好佳哉哦，阿伯啦爱袂过乎迄个老少爷的啦。阿无哦，不看阿伯啊一世人哦，都会乌有去啦。阿春啊，这个查某到底是咧想啥物？敢讲真正娶阿伯啦，死个去咧共拐钱骗婚？我看迄个人哦，嘛毋是啥物好人呢，我实在足烦恼的。阿伯也互伊抓着，毋知安怎。为着阿伯的安全哦，我看哦，咱应该先存一笔钱啊，先去还互迄个老少爷，将即件代志哦，甲伊解决掉啊。袂难安尼做啦。啊，像咱这个查某若存心哦，娶阿伯来去咧共拐钱骗钱。啊！咱这边替伊解决，咱后边呢？啊！咱咪一干干嘛对伫伊个脚脚后，四个去咧共回失嘞，四个对伫后边咧共赔钱。天心啊，啊！即嘛阿伯抓到伫阿春阿的手头，咱找还袂找到因进钱，咱只好安尼做啊。阿祖啊，你去我房间吼，迄边床脚有一个饼盒仔，迄内面的钱甲摕出来。阿母，啊，遐毋是你的老本。阿母，我看这件代志吼，我另外再去想办法啦。我本来也是伫咧想啦，啊，等你真正找无钱吼，你做无在生理的时阵，啊，我都准备讲这条钱要互你用咧。啊，今即嘛关系到阿弥陀的一生，阿弥陀是咱陈家唯一的性命，袂用你断的啊。阿爹娘，敢是这笔钱？是啦，多谢你吼，阿祖啊。天星啊，紧嘞，这个钱吼，摕去给迄个老家的少爷，叫伊唔通搁再找咱阿伯来麻烦啦，紧嘞。收到人，饮酒是不是破戒？是破戒，也不过今日去甲你斗阵啊，真欢喜，算是甲你开恩啦。一半摆啊，破戒无要紧。安尼哦，啊那呢，咱搁饮一杯啊，来来。才知影吼，你已经信佛向善，啊前几工我都免甲你摔到安尼，歹势啦。不要紧，较早我遐尼歹，帮修理是应该的啦。阿母，歹势，我先来洗一下手面。好啊，好。哥弟，迄个大块的啦，迄个。什么人啊？你遐尼好大胆？啊？连我阿叔的人都敢拍？是你啊！什么？恁两个有熟识啊？怎么你有熟识？二十多年前，伊就是我的客车啦。哎呦，遐别人你唔去遮，你去遮还讲诶！警察，警察，警察！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啊，你若怎啊耍耍去，啊，人外口人知，啊，你唔足戆笑诶！啊，无好啦，现在意思意思啦，起来。慢些。哎，恁两个转来啦。啊！若要食面哦，做恁舅啦，钱我来拿。老头家啊，是你哦，我阿孙啊啦。阿孙啊，是你啊。这人是你娶的。哎，是啦是啦，啊，骗食骗食啦。啊，若要跟老头家你比哦，差远嘞啦。较早是我不好，不应该哦，娶头做歹。才会安尼变到即摆落家散嘞，阿孙啊，你嘛有悔啊嘞，嘛好通啊受家洗手啊。老头家啊，迄你讲这个话吼，我听起来你敢若改变真多啊嘞。无唔对啦，人已经改过自新啊，啊而且你高高低啊。无啦，啊我是咧讲吼，像这个人才，安尼敢毋是真可惜？你可惜什么啊？
卖出来，我来滴。张金元的头脑遐尼好，阿牛的力头阁遮尼棒，这两个人若留在我的身躯边，互我切割。其实我阿孙啊，嘛唔是歹啊，你是骗食骗食嘛，对不？哎、欸，啊你敢唔是拄啊拄啊出家？无人带啦吼，啊即我甲你处理就好啊。免，多谢你的好意。啊，应该无钱通开啦，来来来，我才有，来。免，卖客气啦。我有钱啊。客气啦。哎，你出创啥话啦？啊，人都无爱你，硬要爱你。阿母啊，算算。阿伯，啊，哎，这算怎个？哎呦，他意思意思提起就好啦，啊。啊，这样。阿伯，伤车啦，伤车啦。不要紧啦，那破机哦，拢算我的啦。哎呦，哎，多谢哦，多谢多谢。你摇摆啥货？啊，敬酒唔叫你吃罚酒。好好好，恁爸袂放你煞。娘子，哎，主管。你对去。老先生，这是迄个叫阿春啊的查某人，甲你骗的骗金，我都拢完全原封不动提来害你，希望你当手洗牙关，莫过来追究美玲的代志。你到底是谁？哪肯出这多钱？美玲是细汉的时阵啊，去被偷抱去的查某囝，啊，非得到咱白纸黑字，啊，只要你若同意，从今以后你甲阮美玲啊，大家都无瓜葛，啊，麻烦你手洗只牙关。哈哈哈，哦，你是美玲的老爸哦，哼哼，好，我同意。老先生，真多谢你，真多谢你。阿婆，我开始咧。想讲香钱都无代志，按哪呢？我就是想损一时啊。这无按简单放恁耍，少爷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卖唔着啦。我听讲，迄美玲哦，伫咱隔壁庄已经破产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那呢，我确实人才两得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刘秘，等起来啦。头一天上班哦，爱较整齐咧。没事，你的便当。我头前卖这便当哦，你知影该会当价钱无？多谢。嘿，阿仔，着我讲，迄一定胖够好食的啦。林伟啊，你新人的便当起煞薄薄落呢。对啊，啊人林伟的便当穿好势，啊我的便当呢？你哦，你若是有人林伟的一半好，佮会当去报章上班吼，我才做互你食啦。公安呢？美玲啊，我来叫工厂人来载过。我来，哎，立过来，立过来，啊，恁一边啊，从前头给你载，立过来，立过来。美玲，我要来上班。嗯。阿兄，你睏饱未啦？早顿给你扛好啊呢。阿兄，阿兄，阿兄老了，美玲，我惯习流浪啊，要介意让人束缚，我若想你，我就倒来这看你，阿兄老。
啊，遐就是安尼啦。讲走就走。心不能在一起，哎，明慧，你来得七八的，你是来这上班的呢，不是来做下手人的。阿爸，你来给明慧七八的啦。无啦，这是我家己要做。原来阿爸比较较介意脚踏实地、认真打拼的人。大姐啊，上来啊！哦。明辉啊，明辉啊，到三楼。好啦，数量还调丢嘞。这是半哩。多谢你哦。哎，大小姐，你在创啥？嗯，啊，娶家的大小姐，我敢那低头又无底看呢。这工课不是你在做的啦。阿爸，人是甲明辉倒做，你莫甲管。我莫管，我莫管。小姐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你才是莫管。哎呦，什么你应该做，我应该做的，这间店本来就是阮家的啊，我给你倒做，反正会跟阮家倒做同款嘛。不过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工课啊。你应该做的工课，搁有真多嘞。比如讲吼，你家这花店店的啊，我无代志，莹莹嘛是同款来给你倒做啊。而且，我倒做本来就是应该。你家花店清楚。我甲你饲着伊个啊！大小姐，伫这进前，我确实你是真娇的千金小姐。想袂到你还阁有天真活泼的一面啊！我知影我个性较娇，但管我的脾气来了紧，去了也紧啊！我以前若是有得罪你的所在，你千万莫甲我计较啊！啊，我若有讲话较无客气的所在，你嘛莫甲我计较啊！哦，那呢，咱做好朋友。好啊。阿七，你也去打呗，我拄只泡茶，我替你拎好不好？大小姐，免啦，我来就好啊啦。别客气啦，来。大姐，你有感觉着无？咱阿嫂了吼，还为着迄个查甫囡仔，迄、个性吼，先变足济。讲实在啊，我是有私心啦。我是真希望吼，明辉啊会当做个竞赛。那呢吼，阿嫂啦一生幸福。我来放心嘛啦。真拜托你，再给我摸入来哈。美女，我回来啊。我来车开涂骹。再这样放荡下去，也不是办法。
看到美玲和明辉那么努力的工作，又那么快乐，我真应该多学学他们。待会吃完面，我就去找工作。好吧，请你回家，谢谢啊，多谢哈。阿雄啊，阿雄，阿雄，卡在你伫个家啦，代志唔好啦。什么代志啦？啊，托比林啦，我今日找伊一个回去厝的吼，迄一碗面规个拢车等咧涂骹啦，我惊伊讲吼。四楼客船把美玲抓起来了。哪安尼啦？啊，明辉嘞？啊，你袂记的，伊今日头一天去报章上班呐。哪安尼？你即摆卡通知，我先来楼下看下。好了。为前甲即摆，你都甲我做伙嘞，啊，你敢无需要回去甲阿忠讲一下？唔免啦，啊，金文啊，我这两天甲你斗阵哦。我现在才知道你的个性改变真多啊，真正有够赞的。来啊，啊坐啦坐啦，吃面吃面，好来来，坐坐坐坐。来来来，吃点面好。好来来，啊坐啊坐啊坐啊。他说他冲着他踩了。好好好啦好啦好啦。来来来来来来。金文，今晚你吃完吼，我来坐等你。田先生跟建中吼，拢在等美玲的消息。我还等于跟你讲，好了，好。鬼妈妈，妈妈出去啦！鬼妈妈，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免叫啊啦，这间厝是我的啦，加叫你是加了气啦嘞，美玲，你查这间。我等多久了呢？美玲，来，我进去。你唔通过来哦！美玲，恁老母收我聘金，你就是我的人，你较讲我咧。不过无要紧，我会好好甲你疼惜。来，来，我揽一个啦。巧啊啦！我早都拢收收起来啦，我有甲你预防滴个啦。你若要爱吼，我家己有传一支滴。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！你是要走去倒位去？我跑过来啊！乖啊！我跑过来啊！咪咪，哎，你别走，阿哥，过来！你等我，等我，我抬。老铁说，摕你的钱是阮老母啊。要找你去找你算账，你莫找阮小妹出气哦。你若是甲对安怎，我绝对袂放你出。啊啊啊啊！哎呀！啊！算！啊！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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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应该快点收我，不管了，来等。快点！转窗！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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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二孙啊，你哪个来啦？老爸啊，啊你嘛，给我有一个报答的机会，你较早安尼甲我遮照顾，对不？阿孙啊，孙哥，孙哥，哎，孙哥，啊你来怎会遮啦？啊你遐 𠰻 找到遮来，要创啥啦？是阮少爷有代志哦，要拜托你啦。要拜托我？啊，搁要去共讨遐餐桌着？无咯，这比收餐桌搁较严重咯。你嘛知影？阮少爷最近啊，娶一个要娶一个某啊，叫做美玲啊，他拄仔叫因大娘娶走去啦。美玲啊，你讲敢是伫个庙口卖米粉汤迄个美玲啊？
啊，雄心阿兄对唔对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因两兄妹啊。好啦，讲因个大兄，佮到阮少爷太受伤嘞。老老板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行。哎，阿孙啊，稍等。你唔是讲要甲我斗三工？是啊。阿雄是我的后生，阿雄就是阿春，你较早也偷鸡娘啦。哈，多谢。明天再来哈，多谢。明辉，你要吃豆啊呢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来洗手。免啦，我家有准备便当的。哎呦，吃什么便当嘛？咱来外口等下吃，较小较好吃。你家己去啦，这无吃吼，怕算啦。这便当也无什么菜啊，卖啦，卖吃这啦，这哪有什么好怕算？无咯，这虽然无什么好菜，啊，不过我感觉特别有滋味呢。搁再讲吼，我免高兴吼，为我做便当迄个人的一片心意。哦，这便当是你嫁伊迄个查某囡仔，要嫁伊迄个替你做的。嗯。好啦，既然你遐尼爱食便当吼，明仔载我帮你准备一个足大个，啊，佫足好来便当，互你食，好不好？借问者吼，这敢有一个林斌？敏辉啊。丽华，啊，你也坐到这来啦？代志好啊啦，美玲去予楼梯全抓去啊啦。大小姐。我厝里有代志，我想要请假去。什么代志？比你上班较重要。我的朋友去予歹人抓去啊！不管啦，我不准你请假啦。这关系到性命的问题，你无准我嘛要去啊！另外，赶紧来去。好，紧来。哎，明辉，明辉，明辉！哎呦，哪有头一天上班就请假的啦？讨厌！我轻轻地呼唤着你。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？您莫给我骗钱，您早嫁多婚，您后生过来抬我，这件代志你要来给我搞没？人咧讲，牛散无来，人散白惨。我某会来甲你骗钱。是因为我放掠去关，家庭散吃，才安尼做，一切拢是我唔对。我甲你分析咧，一句实咧，代志都要遵守的。无遐简单啦，我要甲因讲，绝对要让母仔囝三更要坐家啦，啊！伊只吃着我满腹甲怨论。可以怎啊？因若去王关，你敢得到什么好处？我看安尼啦，听我讲啦。因赔你一寡医药费，代志煞煞去，安尼较实在啦。我都毋是卖肉咧趁钱个。其实，今仔日闹到这个地步，拢是我责任。上该受责罚的人是我。阿尊公，你心头万分未消，安尼啦，我会闹你抬一刀啊。可以怎？啊！你心头若讲真是遐尼啊万分，无安尼啦。伊是我的老头家啦，伊这一刀吼由我来替受啦。顺兄，我是请你来做斩判呢，啊！你却替伊咧讲话，不管安怎讲啦，伊也是我过去的老头家啦。我无要听伊，是要听啥物人？啊！你若讲真是要甲告，以后你的代志我就无要插毛。你意思是逼我答应伊哦？我真不甘愿啊！会怎啊？以后要合作是久久长长的，你讲我一点啊伤痕，你都无法度通忍受，啊？好啦，孙兄，你既然敢安尼讲啊，准煞的。不过张金元。我今做这个情予你，
你是爱我的家。是啦，我知影。少爷，外口一个讲叫做林明辉啊，搁要找你啊。林明辉是谁？叫叫。明辉，敢不是带走美玲那个少年人呢？我是林明辉，借问的，你家倒一个叫老客张先生？是我，什么代志？美玲呢？是不是你家抓起来？美玲跟你什么关系？是啦，明辉啊，我是美玲的阿爸。有什么代志，咱出来好好讲。啊，什么？你是美玲的阿爸？小蛋，小蛋，我即马想起来，恁爸迄个算命阿扁也甲我讲过，讲我结婚的进程，美玲就是去予一个林明辉的娶走，是毋是你？无毋对。哦，你真好大胆，我都无去找你算账，你先来。姐姐，哎，你小心搞死者。天哥兄，请你唔通伤害伊。我要结婚进前，伊将美玲给我带走，那是我真大侮辱的。我若无小甲架死一个，我老家段在这地方上就不要来徛起。家段，我讲话你敢懵无咧听着？孙兄，好啦。面子做予你啦，也毋过，这是最后一摆。好啊，顾老板，恁会用走啊？阿顺，多谢你啊，明辉，咱来走。安尼美玲呢？美玲去予阿雄带走，咱紧来找伊。好，行。哈哈，张金元。你欠我这么多钱，正正，看你安怎行？阿兄，咱家上少钱了。你回老家安尼，俺先寄回家就使了。免啦，我无要紧啦。我是烦恼，这老家庄啊，未放过咱，可能啊，会派人来救咱。你别讲，你先走啦。袂用得啦，你上到安尼，附近唔知有人无，伊在讲伊伫个。这这么偏僻，哪会有人啊？伊爱聊人是你，伊袂对我安怎个？阿兄，阿兄，阿兄。而你为什么？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。阿杜啊，多谢。那咱讲起来哦，这个张金元是彻底改变。啊，咱过去安尼无相信伊，伫怀疑伊，实在是无必要。这摆张金元哦，甲较早张金元拢无共款啊，敢若变另外一个人呢？我是一直哦，对伊就有信心的啦。我相信讲。伊要予人关二十年哦，一定袂白白安尼予人关的啦。安尼，我咧对伊哦，是毋是有较超过啊？啊，既然哦，伊就已经改过自新啊，啊，咱哦，莫阁计较伊的过去，对毋对？啊，若后摆讲有拄到伊的时阵哦，啊，才甲回一实的啊。算。哦，原来恁家拢伫咧哦，阿爸、阿母，我找恁有够久呢。要甲我忝死！啊是啥物代志啦？啊，你应该甲明辉啊留伫店内顾店，安尼走来遮。阿爸，我本来嘛是有这个打算啊，也毋过我感觉明辉这个人品性无够好。阿嫂啦，阿伊是对你安怎哟？无啦，阿母，明辉头一天来上班，就讲伊要请假，伊讲伊要去救人，我看伊吼根本就是要去约会嘛。袂啦，伊这人应该袂啦。我想啊，一定是有代志，你莫误会伊啦。我才无误会伊嘞，我要招伊去食饭，伊讲伊歪去，干来要食因心爱的人替伊做的便当，佮我讲伊食了偌有滋味的。
后来吼，有一个查某囡仔倒来报讲，美玲去予老客栈掠去啊。无情风雨破楼窗，犹阁怀念彼一暗，希望你会知，甘愿为你忍耐。时间一站过一站，去路完全无由人，什么轻重，偌济美梦，敢是？